喜欢上妈妈闺蜜，今天请她吃进口樱桃。吃樱桃吗？给我一个。我喂你啊。给我就行。我喂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吃。你吃过进口的吗？没有啊。想吃吗？哪有啊。我有。那拿来呀。把眼睛闭上。酸吗？好酸啊。要我帮你分担一下。我也想吃进口。一定要进口的吗？嗯。好酸，那我帮你分担一下。